新店什么意思？明天还是在这里吧。明天还是在这里啊。明天早上我看这个先生说，那电影有多好，一点半要玉兔送餐，配黄金万两，黄金五万，是这样。黄金万两啊，万两，哪一个？黄金万两对，万两对啊，嗯，他这个万跟这个两两，嘿嘿嘿。老师可以再写一个这个吗？我想要。这个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感谢，没有问题。你喜欢通通都可以。太棒了，老师大放松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刚才打开看，我红兔大展，玉兔呈祥，
困难了，他可以边拿边写好强。哎，我在四五年前、五六年前啊，拍那个 YouTube 影片啊，自己拍自己写，一手拿着相机，一手拿着毛笔，然后拍成影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竟然还有人嫌弃我，我就说，我一个人。好，满，谢谢，哎、加油加油啊！好，谢谢，很棒。我刚才打开看，我就没有就是这样，我真的大概是三次，就是好不好意思。好，我想我写这个就好，这个注意。那我的作者可以画一个这样的。